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8年11月22号，星期四，农历是10月正15。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嗯，喂，你好，师傅好。哎，你好。第一次给师傅请，太简单了，师傅。啊，谢谢。我向师傅问一下，我的婆婆往生今昨天是3期，她是属羊的。今年79岁，没有啊？赖振光。啊，他过世了是不是？啊、往生了是不是？他过世了，今天是3期。啊。21天，昨天是21天。你给他念经了没有啦？念了。念什么经啊？那个他那个小房子都送了。送了，叫什么名字啊？再讲一遍，叫什么名字？赖振光。赖振花，赖是耍赖的赖，正是正义的正，花是鲜花的花，正就是正确的正是吧？对，是正确的正。花，赖振花，赖振花，不行啊，你还得给他不行啊？你还得给他、啊、还得给他赶快多念一点呢、啊，念了几张啊？还要念多少师傅？你给他念了几张了啦？念了不多，150张，49，3个49。我看一下啊，听不到了师傅。我知道，我在看。不好意思。你们是不是给他穿了一件什么丝绸的衣服走的是吧？给他换了。那个被子，他们给他很多被子，丝绸的。啊，就是那种丝绸的是吧？对。脸很瘦啊，死的时候脸很瘦。啊？脸很瘦。就是很瘦，还可以的。很瘦啊，两个颧骨都出来了。你再给他颧骨的对啊，颧骨呀，你再给他念67章吧。67章啊。哎，看看他能不能到阿修罗。好吧。那么67章念好就送吗？送啊，就是能念几张就送几张吧。现在他还在等小房子，还在等呢。他就是活着的时候功德不够，你听得懂吗？没做什么功德。活着的时候他还可以，不是很瘦。我说功德不够。不好意思。好的，知道了。听得懂吗？好吧。还有师傅帮我看一下那个43年的，67年的羊，男的。身体。67年的羊是吧？男的女的？男的。男的。肾脏不好，腰不好。对，师傅。还有啊，喉咙、鼻子都有过敏，经常咳嗽。对，师傅。对。我告诉你，肺也不是太好啊。肺也不是太好。你要叫他要多喝水。好吧。我看他。他整天喝茶。我看他还有一个问题的，他那个小便也不是太好。对，师傅。尿频尿。他有蛋尿，蛋白尿。蛋白尿不是太好的。对，蛋白尿。所以你要叫他，主要还是肾脏问题。好吧，你要叫他说你有肾脏问题，肾脏啊。等等，看到他身上有灵性了，麻烦了。这个灵性来了，他身上有个灵性啊。喂，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师傅，先念59章吧。59章，我那个之前帮他许了300章，我好像念了200多章了。对呀、你把它念完吧。那个还。应该把它念完。念完再念吗？没有啊，这个你看看，念完之后，应该剩下来这50几张也差不多了，好吗？好的。他的嘴巴，好的，过去有点乱讲话，
嘴巴乱讲话啊。他脾气挺不好的。对呀、啊、就是脾气不好嘛，所以乱讲话呀啊。现在身上有一个灵性，这个什么样的灵性？怪怪的。什么样的灵性啊，师傅？灵性这脸上一圈一圈的，嗯嗯。哦。嗯，就是眼睛这里一圈，鼻子这里一圈，眼睛那里，颧骨这里一圈，额头眉毛这里一圈，哦，就整个的脸就是一圈一圈的了，你说吓人不啦？哦，哦，哎呦。这种就是说，这种灵性的话不是善灵，不是善灵的话就是非常有可能。啊，让他啊，让他生那种怪病的，听得懂吗？嗯，让他身体，要叫他好好的，是不要再吃活的东西了，坚决不能吃了。没吃，没有吃的。OK， 好吧，救他的命了。好的，好的。好了，好了。师傅，再帮我看一个，43年的身上有没有灵性？女的，姓楚。哦，好的，师傅。感恩师父，好了，感恩菩萨，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嗯。喂，你好。Hello。哎，你好。哎呀，师父、哎，你好，你好。哎。啊，嗯，对不起啊。哎，想问一下，帮忙看一下，1956年属猴的女性的啊莲花。莲花什么号码呀？ 啊的号码是290号。290号，290号，还在啊？嗯。哎，那好吗？很会茂盛吗？对不起，问的话很愚痴。茂是蛮茂的，剩也没剩多少了。对不起啊，我是不见人讲话。没有关系啊，请讲吧。喂。啊，那你说那个莲花还好，很好，谢谢。来问一下，现在业障的比例有多少？业障比例啊。56年。56年属什么？啊、属什么？属猴，属猴。56年。业障28。嗯。28，好好。谢谢师傅。他做了不少功德，嗯。哦、他做了很多功德，他做就是经常帮助别人啊什么，他应该都有，嗯，还是蛮好。谢谢师傅、嗯。他的身体如何？属什么？560，属猴的身体。啊，胃不好，胃，肠胃不好。啊，好的。还有就是颈椎不好。好的。还有妇科不好。好的。还有关节不好，嗯。好的。这个人呢，有点点忧郁啊，胆子嘛小的嘞、哦，忧郁不得了，还担惊受怕、哦，什么事情就担惊受怕，明白了吗？好，好了。好的，师傅可以帮忙看一下78年的马，女的，78年的。78年的马是吧？嗯。对，他的这个图腾颜色多少？业障比例多少？七八年的马，嗯，嗯，78年的马，嗯，78年的马，马是棕色的，马是棕色的哈、啊，好，比例业障比例是28，好。OK， 他的那个图腾马图腾是棕色的，是吧？对啊。行。头蛮大，身体很瘦。哦。头倒蛮大，嗯，好了。好的，嗯、好，那师傅很不好意思，可以不可以帮我看一下我家婆？我家婆是1998年往生的。叫什么名字就可以了，家婆。家婆姓周，祖国的祖。文化的文，周祖文，嗯，他现在在哪里？哦，在天上玉界天。哦，在玉界天哈、嗯，很好，感恩师父。他活着的时候有念经的，有修心的，嗯。
哦、okay、磕头，他磕头的，逢庙磕头，好了。好。好，好了，好，再见，再见。好，谢谢师傅，谢谢、嗯，拜拜。喂，你好。喂，师傅你好。请讲。嗯。师傅你好，跟你请安。谢谢。师傅。嗯。我觉得我很累，嗯、就觉得我，你帮我看看身体吧，今天打上图腾电话。我看看啊，几年属什么的？哦、我1949年属牛的。1949年属牛。啊，你，哎呀，你有心里有压力啊，你最近脑子，哎，你最近脑子里有一件事情一直放不下，嗯。我什么事情放不下？我什么事情？免疫系统出毛病了。啊。肾脏不好。哦。看肾脏这里有黑气，还有你的后背，后背也有黑气。哦。浑身无力，两个手特别没有力量。嗯。听懂了吗？听懂。睡觉嘛，睡得来头晕，啊、嗯。好像你也觉得睡觉头晕嘛。啊。这个我就感。我看看你家里哦、嗯。好，看看我家，谢谢啊，你要帮我看看佛台。客厅没有什么问题，睡房有问题，嗯、睡房。我的睡房对吧？对，嗯。楼底下的。对。有什么问题呢？黑的，走进门这个边上你放什么东西了？有什么脏的东西放在门口啊？那边就是鱼啊，什么东西啊？鱼啊。鱼。鱼啊。对呀、啊。你放了什么鱼啊？大米。啊，米。大米。米。米, 米不能放的，米不能放的。米不能放啊。不要米，要拿个盒子把它遮起来的呀。哦。你这个米都不懂啊？你看看看，很多祭奠里边为什么用米啦？这还不懂啊？不懂。哎、嗯，你今天说真的不懂。拿个盒子，拿个盒子把米装起来。哦哦，它原来有个袋子。哎、嗯，把袋子一起放进去呀、啊嗯。好的好的。啊、嗯，弄个罐子，谢谢，人家过去米要弄个坛子的，明白了吗？坛子嘛，现在因为天热了嘛，就一袋一袋就不放在那边了，所以就放到袋子。你不能放在那里，啊、那里边上、嗯、那里边上有灵性，嗯。哦。你这个米被那个灵性曾经推倒过的，是吗？啊，你自己想想有没有？你去问问家里人有没有倒下来过吗？哦。哎、啊，好吧。好的。嗯。还有自己要念往生咒。嗯。要念往生咒大概108遍。108念。哎、啊，你们家里有人好像动了杀念，也不知道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就是吃了荤了。你们家里家里啊、家里好像不是全部都吃荤的，还有荤的。对呀、啊，两个人不吃，两个人吃荤的，我们两个人吃素的。好了，看见了吗？看见了吗？嗯。气场啊，有麻烦了，明白了吗？气场啊。对呀、啊，两个人吃荤的气场影响你们了，听不懂啊？对对对对对。嗯。嗯，师傅，我现在腰啊、肚子啊，还有个腿重的嘞。你记住我一句话，我为什么叫你念108遍啊？嗯我告诉你，他们两个吃荤的业障到你这儿来了，是吧？哎、嗯，所以你帮他们再做菜，还要弄。你这种东西吃素的人根本不能做荤菜，不能做是吧？啊，你做好了，你我已经不做了，但我有时候也把他，你去上班了，我还把外甥女稍微热一下。你说我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最大的问题呀、啊，没办法问题。啊、嗯嗯，所以你现在只有。经常做的时候说他们的业障他们背啊要讲的哦你不讲嘛你就浑身酸痛啊这还不懂啊而且最影响你的是妇科 嗯哦听不懂啊嗯好了嗯师傅啊我身上就是个小邻居究竟是什么呢还是虾什么我现在放鱼啊放大黑月放甲鱼没用的，你家里人、啊、有人吃荤的，你赶紧，你这里一边放。那我这108遍往生要念多少时间呢？你就念呀，念了之后嘛，跟菩萨讲啊，以后帮他们做什么事情，你就说他们的业他们自己背呀。哦。接下来就不是你不舒服了，他们不舒服了，那么他们不舒服没办法，只能他们自己背，嗯、谁叫他们吃的啦？嗯，对呀、啊，叫是啊，但女婿说，他说他马上不吃了。哎，那就好了、哦，好了。哎，在念经。好吗？师傅、啊，你看看我这个腿呀、啊，还有这个肚子啊，
我告诉你，一个是长期以来的你的心理的压力，这个第二，你这个人很容易担心的，听不懂啊？什么事情都要管，什么事情都要担心的，听不懂啊？是吧？我今年69。所以我叫你赶紧要念啊，69嘛，就是前69章，后69章呀。我已经念了很多了，我5月份之前2月份就开始念了，现在还是念69。我一念我就越不行，我就觉得他不要我的小房子，觉得要的要的，他是要的不够才会这样，还是不够啊？哎，要的不够，你不能开始的时候太早念69的呀，59的呀。因为你要念的时候你要跟菩萨讲的，这是我给我过节的帮助。什么？我没听清楚。这是跟菩萨讲，这是我要过节的，就是过节。啊，要过节的。哎，啊，听得懂吗？嗯，听得懂。啊，你不讲的话他们就拿走了，抢走了。你的业障你就以为这么点啊，你只能这个留着是过节的，六十九的关节，听得懂吗？啊，好了。对。好了好了。接过这一节。嗯。好了，嗯，师傅啊，我能不能跨过这个劫啊？我已经你记住了，没有让你出大事，就是在帮你跨过。跨过劫就是大问题，你现在一直烦烦的痛啊痛啊，就是在帮你过劫，听不懂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听不懂啊？听得懂，听得懂。好了好了，再给人家看一个吧。师傅，我还在问你一个问题。好了好了，不要自私了，结束了。不要这样自私，好吧？人家好不容易打进来的，给你一个人问的。好不容易打上这个电话。好了好了，你不要这么自私。你看，我看看我的母亲，我的母亲二零。我不会再帮你看了。你再这么自私的话，你自己业你自己背吧。啊，好好。怎么自私的？自己背。感恩师傅。嗯。不让师傅背，谢谢师傅。嗯。人不能这么自私的，你看多少人打电话，不听话的，真的。跟他好好讲，不接受。你说说看，这么执着，他身体会好不啦？喂，赶快赶快，给你加。喂，师傅，哎，师傅你好，弟子给你请安了。啊，赶快赶快。感谢师傅，请师傅看一个1974年的老虎女的。74年的老虎。对，看什么？看什么？请师傅看一下她的身体和灵性。肠胃不好。啊，是。肠胃这一段特别不好，颈椎也不好。嗯嗯嗯，哎呦，师傅，他的肝脏有没有问题啊？就是在肠胃这个地方，我看一下啊。啊啊，好的，感谢师傅。几年的？1974年，老虎女的，师傅。还好，还好。还好，没问题。肝脏没大问题，嗯。没有大问题哈，好的好的好的。就是太累啊，而且你叫他肝脏要保护，就是说他有一点点吃东西啊，喝东西好像有点不大按时啊，就是不是太正确的方法啊。我看他里边有那种血管，那个肝脏这个血管有一点点像老化一样的。嗯。哦，明白了，师傅。那师傅他需要不需要吃一点什么护肝片什么的？我觉得要，他浑身无力啊。现在看他这个样子就是没有力量，没有力气。是是是，嗯，是师傅，您说对。嗯，感恩师傅。嗯，那师傅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一个小孩嘛，怎么？一个小孩，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32张。32张，好，感恩师傅。灵性小的不得了，很小。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那师傅他还需不需要放生鱼呀？300条，嗯。300条。好的，感恩师傅，请师傅最后看一个1973年的牛女的，师傅。73年的牛是吧？对，1973年的牛女的，请师傅看一下她的身体灵性。哦，也是腰不好。腰不好。背部腰都酸痛。嗯，就是坐了时间长了，腰就有点酸。嗯嗯。牛是吧？对，师傅，1973年的牛，师傅。肠胃这里也不好，这一段。肠胃这一段都有黑气。嗯，那师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呀？他好像像外面惹进来的灵性，嗯。哦。不是大灵性，不是经常在他身上。他到外面去，可能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跟人家不开心啊，或者怎么样带回来。啊，惹上的。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师傅。那师傅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35张就够了。35张，那放生呢，师傅？250条。250条，好的。那师傅，他的打胎孩子走了吗？几年的牛啊？1973年的牛，师傅。走掉了。走掉了哈。
好的，感恩师傅，今天弟子没有问题了。好，他们的业让他们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您保重身体，师傅再见。再见。师傅您再好。嗯。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